挑战一天一口不吃，早餐一口不吃就喝一杯水，可以吧？嗯。手没拿稳，一不小心水掉下去了。哎，怎么有人敲门呢？啊，你好，我没点外卖啊。写的就是你家的地址，是不是别人送你的？哦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都怪这个水，一下给我点这么多吃的。我说好今天不吃饭的，但是这么多食物不吃也浪费了。那吃了吧，那就。这真不是我想吃啊，减肥可以明天减，但是东西不吃明天就坏了。在减肥跟吃之间，我选择珍惜粮食。嗯，行。中午还是一口不吃，直接去健身房练腿。到健身房了哈，开始练腿。教练加点重量，我吃劲儿。训练终于结束了，好累啊。先生你好，这里给您提供的午餐。我减脂呢，不能吃。啊，这是特意给您做的，您不吃就浪费了。而且这是免费的，免费的没有热量。哦，没有热量是吧？没有热量，没有热量的吃吧。嗯，行。晚上继续一口不吃，但是我一直有一个遗憾，就是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，从来没有吃过汉堡。现在长大当了牛马，能买得起汉堡了，又要减脂控制饮食，还是吃不了汉堡。于是我思来想去，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好办法，就是宴请我的小时候吃一顿汉堡大餐。这样既填饱了肚子，还弥补了小时候的遗憾。好吃吧，小时候？好吃好吃，谢谢你张大浩。哥哥姐姐们，我终于吃到汉堡了。嗯，行。